Hello，大家晚上好，我是 Tian。OK，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做手机开箱的一个直播。OK，然后在这个手机开箱直播之前呢，说我们要先通知大家一下，我们有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有开了一个新的一个 YouTube 的那个频道。如果是想有兴趣关注开箱直播的朋友，可以来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然后订阅我们。然后，如果是讲我们现在在 Facebook 有直播，连我们的 YouTube 也是同步直播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就是更高清的直播，你可以在我们点击上方有一个 YouTube 的链接，点击那个链接的话，你可以进到我们这一个YouTube 的这个链接的话，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在 YouTube 上面的直播会更加高清啦。OK，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啦。所以我们就切换进去它的那个配置，然后我先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手机。OK，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 OPPO，就是有发布一款限量版的这个手机，就是 OPPO A7 Duo，然后它是 EVA 限量版的这个，就是它是跟这个福音战士就是有做一个配合，所以它特别出了这个全球只有10,000台的这个手机，所以它是算是 limited 的，所以我们也是刚好有拿到这一台，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配置。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我们的后面的 background，你会看到其实它在配合这个手机，它还有其他的 accessory 是一起的，所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有配合这一个手机，再配合这个它的这个手表，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开箱手机跟手表给大家看。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它还有配合的，就是那个它的耳机。OK，这个耳机也是一起，其实它是一套式的，就是它有手机跟耳机，还有这个无线充电，还有那个手表，它是4样都是 for 它这个系列的。所以如果是讲它这个的话，都是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的啦。OK，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它的配件哦，你可以看到就是有手机加手表，再加上它的这个无线充电，再加上它这个耳机。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配置啦，它的手机的话就是这个咯，这个就是这个A7 Duo，然后它是属于一个他们 OPPO 的王牌的一个系列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开箱哦，就是这样的一个 design，所以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design。然后它的配置就是这个咯，它是支持这个65瓦的这个超级闪充，OK，这个是它本身的快充的那个技术，然后再加上它有配置了这个40瓦的这个无线闪充，就是它的那个无线充电也是算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它的处理器是用这个最新的这个高通骁龙865的这个 5G 的这个 processor，所以如果是想喜欢玩游戏的朋友，这一台肯定是足够的。然后再加上它有支持这个90赫刷新的这个荧幕，所以来讲的话，你在玩游戏，你可以打开这个90赫刷新的。加上它有是支持这个 UFS，然后这个是3.0的，然后再配合这个手机，它把机身的重量已经变成这个185g，超轻薄的一个手机，所以拿上手机在手上的感觉，其实它是很轻的一个体验呐。OK，然后我们再往下看。OK，往下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盒子。OK，所以它的盒子里面就有一个它的这个机箱，你看到有个白色的机箱，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它的配件哦。OK，这个是它的里面内置的配件，等一下我会开给大家看的。然后你再继续可以往下看到，就是它的这个手机就是在装在这个机箱盒子里面的，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啦。所以我们开箱过这么多台的手机，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一台手机的开箱是真的很特别的。OK，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就是它的外壳咯，它有送你一个壳的。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就是它的这个散热系统咯，所以它里面本身有一个散热系统，加上它的这个 design，它有一个那个电镀的那个 logo，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等下那个手机的后面会有一个那个电镀的那个 logo，是否它这个福音战士的那个头。OK，然后我们再往下看。OK，这个是它的这个充电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充电是走这个65瓦闪充的，再配合这个40瓦的这个无线充电。OK，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OK，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开启那个 SIM 卡的那个 SIM 卡的针，而且它这个 SIM 卡针哦是很特别的，就是在这个动漫里面的话，它有一把武器，它把那把武器做成像这个开那个 SIM 卡的那个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啦，而且我觉得蛮用心的，就是它把这个电影的东西还原在这个手机上面。OK，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 processor 咯，就是用这个
高通骁龙865，然后这个是 UFS 3.0，再加上它是配合了8GB 的那个RAM， 然后再配置了里面的 ROM 是256GB 的 ROM， 所以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OK，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操作界面的主题咯，所以它这一个的手机咧，它是配合这个 limited edition， 所以它的主题哦也是属于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看到，就是它的配置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盒子，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的，就是开箱那个盒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这么大个，不是很夸张，就是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那个盒子，就是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会看到像它的包装是这样啊，跟我的人身的比例你可以看得到啊，它是这么的那个大个的这个组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有放它的这个福音战士的这个 logo， 还有这个 OPPO 的这个 logo， 然后它还有写住这个机密 ，OK， 它还有另外 chop 一个 chop 在这边写住一个机密，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标题人类补完的计划，然后在这边里面，然后再加上它下面有印着这个 OPPO SE 度。然后这个 EVA 限量版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它还有一些日文的字啦，这个我就不知道它在写什么，因为日文的字，所以呢箱子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做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咯，就蛮有设计感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箱这个手机，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机的那个里面有什么配置。 OK， 大家可以看到在 camera 里面就有看到这个就好像一个在太空舱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它的装手机的盒子其实是很漂亮，而且是很用心。然后底下的那个银色的那个呢，那个底部呢是它配着一起来的，所以是很用心的一个设计啦。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一个太空舱的这个外壳打开。OK， 我们打开这个外壳之后，你还是要用手部然后把它拉出来。OK， 就是这样子手部拉出来，所以因为手机我已经拿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通常你手机打开就是它在里面的。OK， 然后我们再把它打开。OK， 你可以看到里面就有这个手机的这个套。OK， 手机套哦，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有印这个初机，那个初机它其实是有一点反光，所以在灯光下面看到其实它就很漂亮。所以这个壳类是它原装来是一起会给你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壳的里面它有给你一个黑色的卡片。OK， 就是在黑色卡片，然后我们把那个刚刚讲出来开信卡的那个信卡的针脚，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像这样子的开信卡的针脚。OK， 它就很特别，而且是很长的，所以我开箱这么多个手机里面，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手机是给到这么长的开信卡的，而且它这个还是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个动漫里面的话，它这个是一把武器来的，所以这个呢它是一起附送给你，它把这个开信卡的呢它制作成那把武器，所以这个就很用心哦。 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继续看下去，就是它里面还有配置了什么。 OK， 它里面还有配置了这一个，就是它的65瓦的那个充电器。 OK， 所以这个充电器是它配置有给大家的，所以这一个来讲它是支持有快充的，所以原装来就会有支持快充。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耳机。OK， 它的耳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耳机的上面的话它就印着它的那个福音战士的那个 logo， 所以它的那个 logo 就在上面，而且它这个是有线的耳机啦，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耳机咯。 OK， 所以它里面是这样子有线的咯，这个是包括在里面一起附送给你的啦。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cable。 OK， 它的这个 cable 也是附送给你，这个是 Type-C 咯，有快充的这个 cable。OK， 然后这个就是它里面随机配置一起附送来的这些accessory 咯，所以里面有包括这些耳机啊、充电啊这些 accessory 全部都有包括在里面，所以是很用心啊。因为现在很多手机都没有给耳机嘛，连它这个还会有给你耳机。OK， 然后我们现在请小助理把这个手机给大家看一下。OK， 这一台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主角的这个手机。OK， 这个手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运用一个打孔屏的一个手机，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它的背面。OK， 它的背面就是它后面是走四色 camera 咯，就是四个镜头，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圆圈形的一个镜头，然后它是有后面有一个 OPPO 的这个它的这个 logo， 然后在底下呢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那个福音战士的那个它的头像，所以它的这个 logo 在这边。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部。
OK， 它的底部呢就是有这个Type-C 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充电头，然后旁边那个是放 SIM 卡的那个 SIM 卡的位置，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它的喇叭。OK， 它的扬声器喇叭，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这个其实是双扬声器，所以一个喇叭是在底部，然后一个喇叭是在它的上方。OK， 所以它这个是运用了两个扬声器的，所以如果是讲喜欢玩游戏的朋友，这一台手机其实很不错，因为它是有两个扬声器嘛，而且它的萤幕的话也是支持这个屏下指纹解锁，所以屏下指纹解锁的话，在我们用起来的话就比较方便，而且它也支持这个人脸识别，人就是脸部解锁。OK， 所以你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这一台手机，你尤其是你可以看它的后面的那个后壳的 design 哦，它在相机的中间，它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就是它有两条会凸起来的地方，就是做成好像那种机器人钢弹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灯光反射下，那一个哦不是灯光造成的那个效果，这个是真的是它的手机是凸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它的后壳就有两条凸起来的那个线，就是它的设计来的，所以它就做到有那种机甲的感觉，就是有点像类似 Transformer 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其实就真的很不错，而且它是把这个动漫的话，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主角嘛，就是第一代的那个它的主角机器人，它是用这个紫色的，所以它就把它这个紫色还原在这个手机。所以你看到它后面有写出一个01，就是它最初代的第一个的那个机器人，所以这个的话是它的那个手机的那个，为了要纪念它这个第一代的机器人，所以它制造成这个紫色的这个版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它就是紫色再配上青色的一个 design 一个设计。 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完了这个手机呢，然后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知道是讲它这个手机的系列还有其他的配就是他们的 accessory 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这边也是有拿到就是它的那个手表，所以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是它的手表，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手表里面哦，它的造型也是很漂亮，就是这个是红色的，它这个造型是红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写着这个 OPPO 的那个 OPPO Watch， 然后这个是 EVA 的限定版，这个也是 limited 的啦，所以现在这个也是属于已经卖完了，因为全球也是只有限量的10,000套罢了，所以现在也是卖完了，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这个手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那个功能。OK， 所以它在这个设计方面就真的是要讲一下，它的设计真的是很漂亮的。所以你可以把它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有就是它的手表，它原装手表的话就配置了这个红色的表带。OK， 如果你不喜欢红色的表带，它还很用心，它给你旁边有更换就是黑色的表带。所以你旁边可以，如果你不喜欢红色，你可以更换成黑色，所以这个表带还是有更换给你。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旁边还有给你那个充电，它的充电器。OK， 它充电器是用这是一个 USB 的，而且它这个是 for 细铁的，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手表充电的话，你就把它系上去，所以这个是它的充电器来的，所以是很方便啊。因为像有一些的手表的话，可能他们是要装进去的，然后要 lock 着的，所以可能就比较麻烦。这个的话是用细铁的，所以就很方便。所以这个的话是它的充电器。然后我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的这个手表的功能。OK， 然后我们请小助理来用手 touch。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手表的那个颜色其实也是很漂亮。OK， 然后我们再往上推下来。OK， 我们往上推下来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功能哦，就是它有 WiFi 的功能啊，然后有铃声的功能。所以这一台它的这个手表哦，其实它是可以拨号打电话用的。你可以打电话之后，你可以用这个手表然后对讲，所以是很方便，就是你要用到这个手表来对讲。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在手表上面听歌，然后还有其他的功能是它可以测量心跳，然后运动用。所以你就运动的话，你可以带着这个手表，所以它是属于可以运动智能去用的。所以在这个手表上面，它可以测量心跳啊，然后可以做一些那种运动的那些计划，你可以 setting 在里面的。所以你跑步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这个来去用，所以是很方便，而且是很漂亮的一个设计啦。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主题也是为了这一个它的这个系列而设计的。所以普通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这个主题的，就是 for 这一个系列特别版嘛，所以它里面的话它就放成这个。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买这个整套呢，他们是拿来收藏，
其实这个的话就很有收藏的纪念价值啦，因为像它也出到只有到一万套吧，所以是非常的珍贵咯。所以它现在就是有出这个是专门 for 它这一万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 design， 就是 for 他们的主题，所以手机也有主题，他们的手表也是有主题的。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手表咯。OK，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完这个手表了之后，我们进入我们开箱手机的那个投屏。然后我现在先打开设置。OK， 当我打开设置了之后呢，我就一样的去按这个关于手机。OK， 在这个关于手机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名字是 OPPO A7E， 然后第二代的，然后它是 EVA 限定版。然后它的这个 Color X 的话，它是走这个 Version 7.1 的这个版本，然后它的 Android 的话是走 Android 10的版本的。然后这个处理器呢，它是用这个高通骁龙865的8核的这个 processor， 然后里面的 RAM 在我手上这个版本的话是 8GB 的 RAM 啊，然后里面的内存的话是 256GB 内存。OK， 然后这个是它基本上面的那个配置啦。OK， 然后我们给它看完了配置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功能。OK， 功能的话它有一样是可以支持这个 Dark Mode， 就是暗色模式，所以你可以打开这个暗色模式，就是它可以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啊，而且也可以就是让手机比较省电，就不会这么耗电咯。OK，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一样有支持这个荧幕刷新率。荧幕刷新率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支持60赫刷新跟90赫的刷新，所以你也可以更换它这个刷新来去运用它的这个功能、啊、然后它里面的话也是有这个超清视效，就是这个 OSIE 这个超清视效，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它开了跟没有开了它的那个功能的那个差别。 OK， 你看到它比较暗的那个状况就是它没有开，当你打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比较 sharp 的，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荧幕上面，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没有开的状况跟开了的状况。所以的话，而且它也是有特别的标记，它是可以支持在什么的那个 apps。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 apps 呢，就是它只可以支持这个效果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荧幕效果。然后我们再打开就是其他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有这个脸部的这个脸部解锁。然后这也是它的功能，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它的智能功能。其实我觉得它的智能功能其实蛮不错的。OK， 比如说我现在用声控，假设我就用声控的话，我就打开这个功能。OK， 你好，小布。OK， 所以你会看到它就有在回复我了。OK， 我现在的话，我可以跟他讲我需要的那个功能啦。你好，小布。换个说法问问我吧。你好，小布。哎，帮我打开微信。OK， 所以他就帮你直接打开了，所以他有一点像那个 iPhone 的那个智能的那个语音功能，所以来讲是很不错的功能呢、啊。所以这个来讲，而且也是很方便。假设我可以问他：你好，小布。在。今天天气如何？这轮今天阵雨，气温23度到31度。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他可以很精准的把你的这个功能来讲出来。而且我们的语言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华语嘛，所以来讲有一些的那些智能的语音的话，可能还会分辨到不准。可是这个来讲的话就蛮准，像我测试到这么多的话，其实他这个来讲的话是很准的。所以如果是讲你们用的话，你们也可以用他这个语音的这个功能啦。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他有其他的功能。OK， 其他的功能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视频通话美颜啊，这个就很不错了。就是你可以把它打开，就是看你支持了什么功能，你可以打开微信，在微信上面你跟你的男朋友啊，还是你跟你的女朋友在 video call 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美颜的效果啊，或者是你跟其他的朋友啊，还是谁啊 video call 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美颜的效果，所以你们也不需要化妆啊，你素颜也不用紧，你素颜的话，你打开这个功能来讲的话，它可以直接帮你美颜，所以这个功能我就觉得是很不错，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可以打开这个功能来去看它这个功能。然后这个是它游戏空间哦，游戏手柄，这个游戏空间等下我们会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OK， 然后它在这边上面的话，它就有蛮多的那个无线反向充电啊这些，然后这个OPPO 互传啊，这个 MSC 的功能它这些都有了。 OK，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 camera 的这个功能。OK， 然后我们测试它的相机。OK， 我们现在打开。OK， 这个是它的 camera 的 function， 这个是主镜头啦。然后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是广角镜。
OK， 这个是主镜头，这个是广角镜。OK，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视频 video。OK， video 的话，它的视频的话，它也是一样可以支持这个超级防抖功能。OK， 当我开了超级防抖功能，你可以看到哇，那个差别是差很远的。OK， 然后我关掉。OK， 你可以看到就是蛮摇晃的。OK， 当我打开，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画面的处理是非常的顺畅的。OK，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视频的这个分辨率，然后你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它最高是可以支持到 4K， 然后1080跟 720P 这些都可以支持得到的。OK，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夜景，它的夜景的话也是有支持这个上面这个脚架模式，所以你可以用你的脚架固定上来，你可以用这个脚架模式来拍夜景，所以它的曝光率会更加漂亮啦。OK， 然后这个是人像模式咯，然后在这边的话它也是有专业模式啊，跟全景模式啊，这个延迟摄影这些都有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自拍。 OK， 这个就是它的自拍 camera 咯，自拍 camera 的话，这个是它前置的镜头，然后我们打开这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那个 AI 美颜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来调节，看你的那个 AI 的智能的调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有这个大眼啊、瘦鼻啊、下巴啊，这些都有了，它这些功能都会有的。OK，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打开这个 WiFi，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WiFi 其实也是有支持这个 WiFi 的这个 5GHz 的 5G 的 WiFi， 所以来讲的话这个 WiFi 其实是也是可以支持到 UniFi 啦，如果你们家里是用 UniFi 的话，它也是一样可以支持到这个 5G 的。 OK，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做完了这个相机的测试了之后， OK， 然后我们就是 continue 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AnTuTu测试的分数。OK， 这一台它的分数的话，它是可以去到这个60万分，然后2233的这个分数，所以这个分数来讲的话也是算到很高了，因为它主要它的处理器还是用在这个骁龙865嘛，所以到它这个骁龙865的话，它的 processor 的那个分数其实还是很高，而且它还是配置了这个 8GB RAM， 再配置了这个 256GB 的这个内存，所以来讲这个分数其实也是算很高的。OK， 然后我们现在再进入主要的一个测试功能，我们进入这个 PUBG，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游戏体验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一台手机的话，如果你是想要来玩游戏的话，你可以看我们这个直播啦，所以我们可以 try 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直播的一个游戏体验的一个功能呢。所以我现在先开起来。OK， 我们一样就是开启游戏，然后我们进入游戏里面，然后我们在游戏里面测试给大家看。OK，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这个里面了之后，然后我们就 try 一下它的基本的画质功能啊，还有它的游戏 function 那些。OK， 我们首先就是先打开这个设置，打开设置的话，我们就去这个画面设置，我们可以去到就是它可以支持到这个流畅，然后最高是可以去到这个极限。OK， 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它最高的话，它是可以支持到这个 HDR 高清，然后 HDR 高清的话，它也是可以支持到这个极限。OK， 然后我们就是像我们以往的测试方式，就是我们把全部的那个效果把它直接打开。OK， 把它直接打开，然后我们按这个确认，然后给它生效。OK， 然后它就会把所有的那些 effect 都打开了。OK， 然后打开了这个 effect 之后，你可以打开它这个内置的游戏功能。它内置游戏功能其实很容易，就是你把你的手指往上来去滑下去，往上滑下去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就是这个功能。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是这个屏幕录制啊，或者是这个游戏变身啊，或者是这个 4D 震撼感啊。如果你要感觉这个 4D 震撼感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 4D 震撼感，或者是这个超现实的这个画质，这些你都可以打开。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 PUBG 是属于就是 Malaysia 版的，所以它基本上还不支持这些功能。如果是讲你用的是那个和平精英，就是和平精英的话，这些功能的话它其实都可以支持得到的。 OK， 所以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开启大家给大家看一下的这个功能。 OK，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飞机上面，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旋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流畅度。 OK， 旋转完了之后咧，现在我们就是往下跳，来我们找一个地方来跳。OK， 好，我们就找这个地方，我们跳下去，然后我们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OK， 当我们在跳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在穿越这个云层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还是很流畅的，因为它在穿越的时候，它的画面其实出现还是不会有那种咯吱的。
因为像有一些画面的话，可能它的那些 graphic 不够的话，可能还会出现格子咯。这个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然后我再转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现在这样子转下去，其实它还是很流畅。哎，好像偏离了目标了。OK， 来，我们现在来滑过去。OK， 好，我们降落伞滑过去。OK， 好，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现在先去那个屋子里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装备，还是有什么样的枪可以给我们拿的。OK，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屋子里面。OK， 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捡一些装备，然后再拿一把枪防身一下，不然等下我们没有枪，遇到对手的话，我们就被打到很惨。哎，这个边好像这么快就好像有人在这里了。好，来，我们先去找一下，看那个人在哪里。OK， 好，现在在旁边这边。OK， 我跳出去。OK， 看到他了。OK， 好。OK， 好，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打趴了。OK， 好，我们看一下有他有什么装备可以捡的。OK， 好，在这边好像很多人在这边打架。来，我们现在看，我们走过去，我们来支援一下我们的队友。这个四号队友好像被打得很惨。OK 啊，我们已经到了，然后我们现在来支援他。OK， 好，这个已经被我们打趴了。OK， 好，好像旁边还有人在开枪。OK， 我们一样走过去，看到这个人在这里开枪了。OK， 好，这个距离好像有点远，我们再靠近一点，再射他。没有子弹了 ，OK， 换另外一把。OK， 现在我们在追他。OK， 好，他已经被我们打死了。OK， 好，我们现在需要换掉这把枪，因为这把枪真的是太慢了。OK， 来，我们把这把枪换了。OK， 好，我们现在继续。OK， 好，已经很平静了，应该是已经死到七七八八了，很多人。OK， 不用紧，我们前面有一辆车。OK， 我们现在旁边这边有一个队友在这边挂机。OK， 我们不理他，然后我们继续走。OK， 因为这个手机的话，它是属于有两个 speaker 的，所以它是属于双扬声器，所以它在玩游戏的话，你可以听到很清楚，就是敌人是在哪一个方向走过来呀，或者是他从左边来还是右边来的脚步声，你都可以听得到的。好，我们现在驾着车，然后我们现在在走着这个地方。当我们在这个车的时候，我们一样就是旋转这个画面，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驾着车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旋转的时候，这个画面其实还是很流畅的，它也不会到有那种卡顿啊，或者是那种断屏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样走着的话，其实还是很流畅。OK， 好，我们继续走，然后我们继续走。OK， 这边好像有一间那个屋子，这边有屋子，好，我们就去这个屋子里面，我们去搜寻。OK， 好，来，在这边。OK， 我们到了这个屋子，好，我们下车。OK， 好，我们先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装备，还是有没有什么好的一点的枪。OK， 好，这个应该会比 OK， 好，我换一下，好像这两把都是一样的，没有关系。OK， 好，我们再找好一点的枪。OK， 来这边的话，我们继续走。二倍镜。好，来，我们上楼。OK， 好，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OK， 有一个腰包。OK， 好，我们继续走。OK， 所以我现在就往下跳。OK， 好，来，我们现在就出去啊，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等等，我们继续再往前走。OK， 好，这边也是有两间屋子。好，我们现在就是进去这个屋子里面，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装备，还是有什么功能可以拿的。OK， 好像也没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拿。野牛，好看了，我换一把野牛冲锋枪。OK， 好。
这里好像是没有什么资源的。OK， 让我们上去，那我们继续走。OK， 好，来，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人。OK， 这里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啊，荒郊野外，所以在这边上面没有什么人。这边没有，然后我们继续走，来，我们跳下去，好，我们继续跑，来，我们继续跑，然后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旋转这个画面，来，我们旋转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在这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旋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那个画面其实还是很漂亮的。OK， 好，这个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它的画面是走这个 HDR 高清嘛。OK， 我们现在车换另外一个来试给大家看，我们去流畅，然后我们去极限，我们去了流畅极限的话，我们按修改。OK， 好，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换成流畅了。OK，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用这个画面的话，他们是用流畅来玩，因为流畅的话基本上是你看到这个画面其实会比较亮。OK， 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流畅来走，我们继续来去测试这个手机，那我们测试给大家看一下。OK， 好，来，我们这边的话，这边有物质，好，我们就进这个物质里面，来，我们继续测试一下给大家看。因为像很多人要找一个游戏手机的话，或者是要继续可以配合自己的兴趣的话，其实是不多啊。像很多人他们如果是动漫迷啊，他们喜欢看这个福音战士啊，然后他们就会选择这一台手机咯。因为这台手机的话，第一它的配置又是很高，而且收藏价值也是很高，所以如果是讲你们如果是讲有这个动漫迷的话，他们是这个福音战士的粉丝的话，其实他们就会比较想要拿到这一台手机啦，因为主要是拿来收集。因为像我如果是没有看这个福音战士的话，基本上我看到他这一台手机的这个外形跟他整个盒子的包装，其实我也是觉得蛮心动的，因为他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漂亮。 OK， 好，那我们继续走。 OK， 那我们就是换他的这个瞄准镜。 OK， 好，我们继续走，然后我们继续走看这个位置。Okay， 然后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一样就是旋转这个荧幕咯，然后旋转这个荧幕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处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其实还是很顺畅的。OK， 然后我们继续就是旋转这一边，一路上好像都没有遇到什么人了，所以来讲的话应该是大家都是和平发育。来，我们前面又看到一辆车，好，我们就是去那个车上面，好，我们坐那个车来测试一下给大家看。 OK， 好，现在我们就看到那边有一辆车，然后我们就走过去那个车里面。 OK， 后面有一个人，来，我们现在先换一把枪，然后我再射他。OK， 好的，他已经被我们打趴了，然后他很奇怪的就是他好像旁边这边也是有人。 OK， 然后我看一下在上面。 OK， 好，他也是被我们打趴了，来，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装备可以拿。 OK， 有一些子弹，来，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诶，他还没有死，来。OK， 好，他被我们打死了，来，我们进去看一下他有什么装备可以捡的。 OK， 好，继续我们就是我们的路程。 OK， 好，来，前面那辆车我们继续走过去那个车那边，我们现在就是去上那辆车，然后我们在车上测试给大家看。好，来，我们继续看到前面有车了，然后我们就看到冲过去那个车旁边。好，已经到这个车旁边这边了，来，我们现在就上这辆车，然后我们继续测试给大家看。OK， 驾驶。好，我们现在的话就以一个加速的一个动作，我们就移动。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这个流畅。OK， 因为有时候要试这个画面的话哦，就是有没有卡顿的话，你可以就是驾着这种车啊，在这个高速上面移动啊。如果是讲你手机不行的话，就会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很明显看到它就会有卡顿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一台来讲的话，我看起来它其实是还很顺畅，因为主要是它的这个处理器的关系啊，因为它是用在这个骁龙865嘛。所以骁龙865的话，主要处理器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画面其实还是很顺畅的。OK， 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车上面走动，然后我们一样加速。好，我们现在就换另外一辆车。OK， 来我们下去，然后我们坐这一辆。好，好，我们继续来走，来加速。OK， 好，来我们加速的过程中，我们一样就是旋转这个画面。好，我们旋转这个画面。OK， 那我们继续旋转，来加速测试一下。OK， 然后我们旋转咯，在这个地方我们旋转。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还是很流畅的。然后我现在在玩这大概有一个5到10分钟左右了。所以来讲的话，现在我的手机的话，我再 try 一下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温度啦，但是是还可以接受，不会到那种烫手。所以它主要的温度其实在下面这个方面，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温度，就是在这个处理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点点温的感觉啦。所以温的感觉的话，其实还算是 OK 啦，其实还算是 OK 的，所以也不会到太过的那个烫手。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停起来，然后我们就下车，然后我们就进入这一个工厂里面。OK， 好，然后我们进入工厂里面。OK， 好，没有什么东西。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测试这个手机链，我们就测试到这里啦。所以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跟开箱。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就是它的这个特别的那个主题。就是这个啊，你看到这个手机链，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特别版的那个 limited 的主题，所以这个主题是专门为它而设计的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些 apps 的旁边的那个 logo 的设计哦，它也是 for 这个主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特别，有这个就是那种科技的感觉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主题也是 for 比较特别的。OK，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测试这个手机链，我们就测试到这里啦。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的直播就是我们要测试这个手机跟它的那个配件，就是手表。OK， 然后我们今天就测试完毕了。OK， 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我们有开了这个 YouTube 的这个频道。OK， 如果是讲你们喜欢就是手机开箱，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手机，或者是讲你们有想要了解什么手机的话，你们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的频道。OK， 你可以点击订阅，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铛，你可以把它打开。所以如果像我们有什么就是新的产品直播啊，或者是我们有新的影片的话，你会在第一个时间就会收到通知。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科技，你也是喜欢开箱，你也是喜欢看一些特别的一个款式，因为我们的开箱的话，我们都会就是拿比较特别的款式来开箱，比如说是像Mauritius 里面有的款式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手机啊，还是什么比较特别的家电啊，我们都会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做一些开箱。所以如果这样你有喜欢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啦。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OK， 好，谢谢大家，拜拜。